你好，你好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为什么你晚安吧？因为我忘记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你上够课了呢，我以为你上到8节课了。为什么？以为你上8节课了呢。好啦，那我们不耽误时间哦，我们继续看一下我们的咕哩咕哩，好不好？树，我们还记得我们上一次看了什么是看到哪里了吗？咕哩咕哩。看吧，给。No, no, no, no. 看到这些，等一下啊！学知识太有趣啦！我不乱吃东西，我不乱吃东西。王古丽，看我带什么好吃的来了！哦，花生米。特别好吃。红谷粒给黄谷粒带来了花生米。真好吃。再吃一颗。绿谷粒也要吃，绿谷粒也要吃。绿谷粒，小宝宝不能吃花生米。快吐出来！怎么办？花生米会卡到绿谷粒的。妈妈，妈妈，绿谷粒嘴里有花生米！啊，绿谷粒，快点吐出来！天不，花生米会卡住你的喉咙的，非常危险，到时就只能送绿谷粒去医院了。绿谷粒乖，快吐出来。为什么不可以吃花生米？小宝宝不能吃小块的坚硬食物，很容易被卡在喉咙里。我小时候还被果冻卡到喉咙呢，最后去了医院才取出来。我也被卡过。为什么？哥哥小时候吃了一粒纽扣，结果被卡在喉咙里。所以小宝宝不可以乱吃东西哦，像花生米、坚果仁、鱼，还有果核、果冻，还有硬币、纽扣等体积小的东西都不可以放到嘴里。小宝宝们，吃东西一定要小心。你们记住了吗？好棒啊！妈妈拉你滚啦！金善，你小的时候有吃过那些坚硬的果核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这时间我可能吃了。你说你吃什么？我吃那个我不喉咙，我不喉咙，
你吃的有没有卡喉咙是吗？是，我没有喉咙过。啊，没有卡喉咙过，没有卡喉咙过。好，继续吧。苹果啦！小朋友不能吃那些坚硬的坚果，不能吃花生、黄豆、果冻、果糊。数着你。当当当当，又到了亲宝抽奖时间了。小朋友们喜欢几号孤立毛绒玩具呢？在视频下方我不是，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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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玩具送到你。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等一下，有广告。奇巴布，奇巴布儿童版爱奇艺，咕哩咕哩，宝宝都多喝水，学知识太有趣了。多喝水，多喝水。我会弹车，我会弹车，这首歌。嗯？什么？非常什么？我想你妈妈说要多喝水吧。你说。嗯。你说。我不想喝水，我要喝饮料。饮料不健康，甜的喝多了会蛀牙，碳酸饮料喝多了不长大。红谷粒，你不爱喝水，对不对？红谷粒，你看，植物喝水喝得多开心。嗯，动物喝水喝得多开心。我会弹这个，这首歌。我要喝水。嗯，你说什么？你非常。好棒啊，拿到压米果了，咕哩咕哩。我不要他们，我不要。不要，不看着。奇巴布儿童版爱奇艺，咕哩咕哩，看故事学知识太有趣了。过个健康年，过哎，现在准备要到春节了，准备过年了吧？新年美食派对开始了，小鼓励们尽情享用吧！鸡腿真香啊！你怎么选了这么多肉啊？肉好吃啊。红谷粒，蔬菜也要吃一些，水果也要吃一点。我最讨厌吃蔬菜了，绿绿的一看就不好吃。吃那么多肉太不健康了。不是过年吗？平时也没有这么多好吃的。真好吃。吃肉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会光横着长，不竖着长。我们看看红谷粒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咕哩咕哩变，哈哈哈！红谷粒变成气球了。啊！不要！蔬菜，蔬菜，水果，水果。
要少吃肉，多吃蔬菜和水果。哎，小朋友，过年期间千万不能大鱼大肉吃太多，要多吃蔬菜和水果，过一个健康年。好棒啊！金善，金善，金善，你喜欢吃蔬菜和水果吗？我非常喜欢。非常喜欢。那你喜不喜欢吃大鱼大肉？不，我不喜欢。不喜欢吃大鱼大肉，只喜欢吃蔬菜和水果，对吗？我不乱吃。乱吃不乱吃，好的，很棒。继续看。七八个。咕哩咕哩。看故事，学知识，太有趣了。掉地上的食物不能吃。我。小心烫啊！他的薯片搞掉了。绿谷丽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吃薯条呀。掉在地上的薯条怎么能吃呢？不能随便吃掉地上的东西。我脏的，绿谷丽呼呼过了。虽然看上去不脏，可上面有很多看不清的灰尘和细菌哦。看，把这些细菌吃下去。很恐怖的。肯定要生病的呀。我不要生病。哥哥哥哥。怎么了？不能随便吃掉地上的东西。薯条掉地上了。你来帮试着给绿谷丽。别哭了，下次小心点，别再掉了。给你。我好了，好棒啊！拿到压力果了，咕哩咕哩。我不要了。又到了亲宝抽奖时间了，我不要了。朋友们喜欢下一个。咕哩咕哩，咕哩咕哩，看故事，学知识，太有趣了。吃自助餐。小朋友们，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中午的时候我们要干什么？吃自助餐。答对了。那么一会我们吃饭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？我知道。为什么鼓励不能玩餐具？怎么了？不能到处乱跑。不能随便乱跑。吃那么多。对不起嘛。不
能看到喜欢的就拿一大堆。不小心的鼓励鼓的小鼓励，不小心的小鼓励。是不小心的小鼓励。红鼓励吃很多很多呢。不能大声吵闹。看来大家都会正确的吃自助餐，走吧，咱们开小火车去餐厅吃自助餐喽。好啊，好。你在越南有没有自己去吃过自助餐？还没有，我还没有，还没有。你可以放假的时候，你叫妈妈，你说妈妈，我想去吃自助餐。然后你要像红鼓励、像小鼓励们一样，不能在自助餐厅里面大吵大闹，不能吃太多，不能一次拿太多的食物，要少拿，然后要多次拿，就看自己的肚子能吃多少。能吃多少再拿，好不好？不能大吵大闹，不能追逐打闹，不能跑，要拿的食物要适合自己的肚子，自己能吃多少再拿，好不好？我们继续啊。插座使用，这我们是不是看过了？这个看过了。咕哩咕哩，看故事学知识，太有趣了。迷路了。夜幕降临，绿狐狸在森林里迷路了。他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很难。这个看过了没？看过了，我还没看过。有点看不清前方的路，绿果粒迷路了。小动物们都跑来帮助绿果粒。小狗最先出马，小狗把鼻子凑到绿果粒软软嫩嫩的脸颊上。绿谷粒的身上散发出一股甜甜的奶香。啊，走这边。小狗顺着香味消失在夜空中。绿谷粒和其他动物也跟了上去。眼前是一条黑漆漆的丛林小路。哎呀，真吓人。这回轮到小萤火虫登场了。萤火虫，别怕。我来帮你。萤火虫扑棱棱地飞起来，为大家照亮了前方的路。绿谷粒，绿谷粒，有人在找绿谷粒。绿谷粒跟动物朋友们开心地朝着兔子所说的方向跑去。绿谷粒，这个是黄谷粒，这个是绿谷粒，急死我了。谢谢你们了。现在绿谷粒再也不担心晚上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但是我们也要早点，因为他有了好多新朋友。好棒，绿谷粒有了萤火虫。咕哩咕哩，拿到压力滚，谢谢你们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谢谢在天上是什么？谢谢你们了。啊，这个飞在天上是什么？迷路了啊！飞在天上，这个是萤火虫，飞在天上是萤火虫，扑棱扑棱的萤火虫。
你问什么？我说，你看这里有小狗、小兔子、绿谷粒和黄谷粒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一个飞在天上的是什么？小蜜蜂。不是，它是萤火虫。你看它的屁股这里，它的屁股这里有个灯，它是萤火虫，它不是小蜜蜂，它是萤火虫。它是萤火虫。嗯，萤火虫。萤火虫，萤火虫，记住啊，萤火虫，它能够发光发亮，它有灯。是。继续啊。咕哩咕哩。我们来看这个，我有吃饭好习惯，学知识太有趣了。我有吃饭好习惯。啊，灯好吃，我能吃两大碗努力，我比你吃的快，比你比看。绿谷粒，你黄谷粒吃饭的时候要安静哦，一边吃饭一边对别人说话，多不礼貌呀。绿谷粒脏脏，啊啾啊啾，绿谷粒。绿谷粒，快用纸巾擦擦鼻涕吧，对着餐桌打喷嚏，那么多细菌都喷在饭菜上和哥哥脸上，多不卫生呀。打喷嚏时侧过脸，用纸巾捂住鼻子哦。可以这样哦，小朋友要自己吃自己的食物呀。我最讨厌吃这个了。粉谷粒，粉谷粒，这样丢给蓝谷粒多不卫生呀，而且小朋友不可以挑食的哦，好好吃饭，营养均衡，才能身体棒棒哦。我吃完了。红谷粒真棒，小朋友们都要像红谷粒一样乖乖吃饭哦。好棒啊，妈妈要你滚啦。咕哩咕哩，季善，你吃饭的时候会不会大声讲话？我吃我的食物，我不。你吃食物的时候没有大声说话。是，很安静，对不对？是，安静，不能嘴巴里面有吃的有食物就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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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话，那个饭呀喷到别人的脸上，这样不礼貌，不礼貌，这样是不礼貌的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啊。咕哩咕哩，看故事。学知识太有趣了。对不起，有一天白白的云朵换上了灰色的衣服，白白的云朵滴答滴答下起了小雨，咚咚咚，说的谁的声音？旁白，旁白，绿谷粒穿着黄黄的雨靴，谁的声音？去散步了。旁白，旁白的声音。对不起，蓝谷粒，对不起。绿谷粒穿着黄黄的雨靴，撑着红红的雨伞去散步了。对不起，红谷粒，对不起。绿谷粒穿着黄黄的雨靴，撑着红红的雨伞去散步了。一起，对不起，小花，对不起。绿谷粒穿着黄黄的雨靴，撑着红红的雨伞去散步了。
尽量。加油！啊啊啊！真凉呀！对不起，小米，对不起。好棒啊！难道要你滚了？咕哩咕哩。我的 C 关了。咕哩咕哩，咕哩咕哩，我不看。你说，你要听是吗？那我们换一个。咕哩咕哩，咕哩咕哩，这知识太有趣了。插座使用，这个我们看过了。咕哩咕哩，不挑什么也看过了。咕哩咕哩，看过。我们使用电梯有没有看过了？咕哩咕哩，是手指我也看过了。咕哩咕哩，是手指也看过。看故事，学知识，太有趣了。不耍赖，看这个。咕哩咕哩，看故事，学知识，太有趣了。不玩筷子，不玩筷子。累。要是戳到眼睛和嘴巴，那可不得了。你看，妈妈给绿谷粒做的好吃的全撒到桌上了。我的脸都被你弄脏了。那，对不起，绿谷粒不玩筷子了。绿谷粒真是个乖宝宝。那坐下来好好吃饭吧。嗯，好棒啊！爸爸让你滚啦！咕哩咕哩，吃饭的时候不玩筷子，咕哩咕哩，闹的。如果不玩筷子，不让玩了筷子要把东西啊弄到别人的脸上、手上，臭臭是对的，是错的。黄谷粒，太阳都晒屁股了，还不起床？太阳晒屁股了。黄谷粒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
黄谷丽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黄谷丽的脸臭臭的。黄谷丽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那怎么脸臭臭的？那怎么脸臭臭的？对。黄果粒的脸为什么这么臭呢？这样多好，小朋友们也要多笑一笑哦。为什么黄果粒它多好？为什么黄果粒它？太臭了，他的脸臭臭的，不开心了，生气了。你会笑吗？你笑什么样的笑？我笑黄谷丽。你笑黄谷丽是吗？黄谷丽脸臭臭的。是的。咕哩咕哩。不行，玩具不能放嘴里，太有趣了。不行。不行，爬那么高太危险了。不行，万一吞下去可不得了。不行，掉在地上的食物千万不能吃。不行。不行，弄坏了粉骨粒的东西，粉骨粒会生气的。小妹妹嘛。好棒啊，爸爸让你滚啦，咕哩咕哩。不，下一个。咕哩咕哩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我们已经看了半个小时了呢，我们休息一下，保护一下我们的眼睛啊。计算，我知道了。保护一下我们的眼睛，我们去可以去喝喝水，上个厕所，不要再看了，我们待会再看，休息五分钟，保护一下眼睛。是，我知道了。Dùng chia sẻ màn hình vì có do giải lao.
Thôi ta lại đừng bấm nữa. Không bấm đông tông nữa mất kiềm rồi. Uống sữa đi con.七善，我们继续吧。喵。嗯。噔噔噔噔。是哪里？噔噔。来喽。不要跟陌生人走。咕哩咕哩。看故事，学知识，太有趣了。跟人走。蓝谷丽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趟超市。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啊！嗨，小朋友，谷丽医院怎么走啊？一直往前走，前面红绿灯右转，然后。这个人是个坏人。第一次来这里。是个陌生人，你们能带我去吗？来，上车吧，一会儿我再开车。不能随便上陌生人的车。哎呀，疼疼！叔叔，
妈妈说不能随便坐陌生人的车子，你去前面路口再问问别人吧。叔叔这里有好吃的鸭梨果，开车挺快的。叔叔，我们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这个坏人。鼓励老师有没有说过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走？有有，走吧。小朋友，鼓励幼儿园在哪儿啊？就在前面。能带我去吗？就在那里呀，能看得到的。小朋友，如果有陌生人想要你跟他走，一定要先问过爸爸妈妈哦。好棒啊，拿到鸭蜜果了。现在就像你还小，在外面的时候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，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走，不要送他的车。我长大的时候我也不不跟陌生人走。你长大的时候也不跟陌生人走对吗？不跟陌生人走，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话，只相信爸爸和妈妈。看故事学知识太有趣了。我爱幼儿园。我们绿谷丽长这么大了，就快上幼儿园了。幼儿园，绿谷丽不要，绿谷丽不要。幼儿园可好玩了。是啊，黄谷丽第一天上学的时候，我们黄谷丽要长大了，明天就要开始上幼儿园了。我不要去幼儿园啊！幼儿园里有好多小朋友。我不要。快走吧，要迟到了。我不要去幼儿园。可我知道黄谷丽是个勇敢的孩子。看，已经到了。幼儿园小小的，这是小小的黄谷丽。现在我可要走了。一开始黄谷丽哭了哭，后来黄谷丽玩了玩，接下来黄谷丽吃了吃，然后黄谷丽睡了睡。下午黄谷丽画了画。黄谷丽，咱们回家啦。我不要，我喜欢幼儿园。你现在喜欢你的小学吗？
我比较喜欢。你比较喜欢你的小学？你喜欢幼儿园多还是喜欢小学多？小学多。小学多一点是吗？因为这是我不到幼儿园，我到小学。啊，到小学。咕哩咕哩，这我们看过。咕哩咕哩，原地等待，不要乱跑。真是太有趣了。原地等待。狐狸，不要到处乱跑哦。好，旋转木马，我一会儿去找你。好，新玩具，新玩具。哇哇！哥哥平时怎么说的？谁的胜利？要是不小心走丢了，不要哭。黄谷丽的妈妈。啊，待在原地别动，哥哥一定会去找你。啊，想想妈妈的电话号码。妈妈的电话号码。13384567八。如果能看到警察叔叔，找他们最好了。如果看不到，工作人员也行，他们也会帮你。广播找人，广播找人，广播找人，广播找人。黄谷丽小朋友，你的妹妹在小小火车处等你。你妹妹在小小火车处等你。绿谷丽，谁的声音？这里。绿谷丽，旁白的声音，妈妈的声音。哥哥，绿谷丽乖乖在原地不动等哥哥了。以后出来一定要跟哥哥手拉手，不许乱跑，听见没有？好棒啊！找不到妈妈，我们可以找警察叔叔，还可以干嘛？我找不到警察叔叔，要你去找。你说，我找不到警察，怎么办？你找广播，你打电话给妈妈，你要记得妈妈的电话。你现在记得你妈妈的电话吗？你现在知道妈妈的电话吗？你现在背着妈妈的电话吗？吉善，你知道你妈妈的电话吗？知道，妈妈的电话。知道。你第一时间，你先找警察叔叔，然后让警察叔叔给妈妈打电话，告诉警察叔叔妈妈的电话。然后，妈妈没有找到你和警察叔叔的时候，不能走，一直跟警察叔叔，知道吗？或者在那些商店去找那个商店的电话，给妈妈或者给警察叔叔打电话，让警察叔叔帮你，懂了吗？找警察叔叔，找不到，那怎么办？你
你在路边是不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商店？你可以去那里找电话，打给妈妈或者打给警察叔叔，或者叫那些热心的阿姨，但是不能跟别人走吧。别人说带你去找妈妈，你说不要，我要等警察叔叔，你可以帮我叫警察叔叔，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。你可以跟他们借手机打给警察叔叔，但是不能随便跟他们走。为什么要找警察叔叔，不要找陌生人？因为陌生人你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、啊、万一是坏人把你带走了那怎么办？那你就见不到妈妈了，那太可怕了。你要找警察叔叔，警察叔叔是最安全的，最放心的人，知道吗？最好的人，最好的陌生人要找警察叔叔，不要找陌生，不要找不认识的陌生人，知道吗？警察是好人，不是陌生人。警察是好人，不是陌生人啊。好嘞，我们继续啊。嗯，咕哩咕哩，看故事学知识太有趣了。垃圾分类，垃圾分类，这个我们看过了吗？看过了，我们换一个啊。咕哩咕哩，不玩看故事学知识太有趣了。不玩肥皂泡泡，真好玩。真好吃。叫绿谷粒一起来吃吧。绿谷粒在干什么呢？在玩泡泡。绿谷粒，你又在。糖果粒哥哥。黄果粒压死了。黄果粒压死了。怎么了？黄果粒摔倒了，不是压死了，摔倒了。黄果粒和粉果粒要死了，死了！不可以这样玩。他们是摔倒了。死了，死了，要死了。肥皂。绿果粒也死了。痛！痛！绿果粒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肥皂泡泡进眼睛里了？眼睛痛。绿谷粒还痛吗？绿谷粒，这样玩肥皂泡泡很危险的，弄到眼睛里就会痛，弄到地上就摔倒了。黄果粒和红和粉果粒要死了，他们是摔倒了，要死了。哦，还玩不玩了？我不看了，不想看了。你不想看了？绿果粒，我带你去玩肥皂泡泡。哇哦，这样的肥皂泡泡很好玩。哇，绿果粒吹，绿果粒吹。泡泡好大，真好玩。好棒啊，拿到压力果了。
试试看。那我问一下季善，你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？什么什么？你问什么？你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？下棋。是什么？下棋。下棋。树。下棋，你会下什么棋呀？国际象棋。国际象棋，中国象棋。很棒哦。沟通的象棋。沟通的象棋，很棒很棒。你怎么会那么多呀？都是妈妈教你的吗？不是。你好棒。我是妈妈不。妈妈不会下棋，我妈妈不会下棋。那谁教你的呢？我自己学。下棋我自己学。你好棒，我自己学，好棒，很棒，很好。你好棒呀。国际象棋和中国象棋是人教我。这样，好棒，好棒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哦。终于长大的斑马，有意思的斑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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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斑马。斑马的斑马。我不是，我的马不是斑马。你是谁啊？我是小斑马。斑马，这个是斑马。斑马，对呀，斑马身上的条纹不是黑色的吗？你都怎么跟巧克力一个颜色呀？哦，我爸爸妈妈还有姐姐都是黑色条纹，我也想要黑色。黑色条纹。小斑马，别着急，是古力来帮你。等一下。你说你要干嘛？你要去哪里？我绿谷里一拿一些黑泥巴。黑泥巴。一拿一些黑泥巴。这哪是黑条纹呀？小斑马别急，我一再想想。黑黑的斑马。兔啊兔，条纹变黑吧。等一下。棕色条纹就棕色条纹吧，也许我根本不是斑马，只是一匹普通的马。别伤心了，小斑马，棕色条纹也挺好看的。真的吗？绿谷丽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绿谷丽，啊，你认识我？我是棕色条纹的小斑马呀。你怎么变成黑色条纹了？我长大了呀。妈妈说，长大是需要等待的。就算你小斑马。
谢谢。好棒啊，拿到压米果了，咕哩咕哩。好了，当当当当当当当。你喜欢什么动物？我喜欢马，我喜欢马。马？那你喜欢刚才的斑马吗？不，我不喜欢斑马。你不喜欢斑马，你只喜欢马。是。那斑马也是马呀，为什么不喜欢斑马呢？因为我不喜欢斑马。好的，小猫老师知道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咯。我们下周再见了啊。再见咯。再见。不好意思，让你等了我那么久，不好意思啊，再见啦。再见。嗯，再见。玩个鸭吗？准备。